各位观众您好，我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昌。我们今天要进入四世纪第九集来看亚比米勒。假如没有上帝，第九章一到六节。耶路巴利的儿子亚比米勒到了四建，见他的众母舅，对他们和他外祖全家的人说：“请你们问世建的众人说，是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管理你们好呢？” 还是一人管理你们好呢？你们又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他的父母就便将这一切话为他说给世界人听，世界人的心就归向亚比米勒。他们说他原是我们的弟兄，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七十色克勒银子给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用以雇了些匪徒跟随他，他往厄佛拉到他父亲的家。 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七十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的。四界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四界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四十六节，四界楼的人听见的，就躲入巴利比利土庙的卫所。有人告诉。 亚比米勒说：“四间楼的人都聚在一处，亚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都就都上的沙门山。亚比米勒手拿斧子，砍下一根树枝，扛在肩上，对跟随他的人说：‘你们看我所行的，也当赶紧照样行。’众人就各砍一支，跟随亚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了卫所。” 以致四罗四件罗的人多死了，男女约有一千。亚比米勒到的提贝斯，向提贝斯安营，就攻取了那城。城中有一座坚固的楼，城里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上，关上门，上了楼顶。亚比米勒到了楼顶，攻打挨近楼门，要用火焚烧。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亚比米勒的头上。 打破了他的呃脑骨，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以色列人见亚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家去了。这样，神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弟兄七十个人的恶。 世界人的一切恶，神也都报应在他们头上。耶路巴利的儿子耶坦的咒诅都归到他们身上的。这一段四世纪记载的亚比米勒呢？上文是他的爸爸基淀基淀呢是当中四世纪的一个我们来看呢，四世纪前面是耶稣雅纪，耶稣雅纪前面就是摩西所写的五经。这位摩西。 上帝呼召他，把以色列人带到西乃山下，接受他的实践，下了西乃山，旷野漂流了三十八年的以色列人，到了约旦河东，是透过耶稣亚第二代摩西的接棒，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地，得到迦南地，迦南美地，流南雨密之地。摩西死了。 但耶稣亚照常经历上帝的神迹，包括耶利哥城绕七天城垮，包括耶稣亚使得太阳、月亮、星宿停在那二十四个小时，包括耶稣亚在死了以后呢，把所有的十二族长通通找来，劝他们怎么样能继续把该得的地、该分的地通通夺取。后来耶稣亚死了以后呢？ 照理说，十二支派都有各自的地。进入四师，耶稣亚一死，十二支派并没有照耶稣亚的吩咐，开始越来越像迦南人，越来越堕落。十二支派从犹大，每一个支派统统垮。垮了之后呢？原因是因为拜巴力，一拜巴力，上帝就让外邦来打他们。 完以后呢，上帝就给他试尸，一个一个试尸就上了舞台，第一个试尸就是厄陀涅，第二个试尸就是乙户，杀了摩崖王伊基伦的这个乙户，第三个试尸是三家，第四个试尸就是底波拉，他鼓励巴拉呃出来被上帝用。 之后呢？上帝又呼召基甸来帮助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继续因为不敬拜上帝、敬拜迦南的神信仰的缘故堕落，因此上帝就让外邦来打他们。上帝因着他们呼求，就兴起基甸。基甸也是我们上次讲的一个重点，他祈求上帝，上帝也祝福他，用他包括三百个勇士。 三百个勇士后来打倒米甸人，可是基甸死了以后，他的儿子七十个人通通被杀。杀他七十个儿子的是他另外一个妾所生的儿子，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把基甸的粽子都杀了之后，这个亚比米勒就成为世界的王，成为以色列的王。 第九章所描绘的就非常邪恶，非常败坏。你会发现第九章照理说呢，应当在积淀第八章二十八节死了以后呢，国中太平四十年，应当马上进入下个世师。可是呢，插入了第九章里面就变成亚比米勒杀了七十个儿子的堕落败坏。第九章所描绘的。 包括呢？亚比米勒在事件如何掠夺宝座？基甸的小儿子约坦如何来诉说亚比米勒篡位的回应？然后亚比米勒如何兴亡史记载在第九章？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上帝借着叙述者在把里面做神学反思。 整个第九章你会发觉充斥着亚比米勒跟四楼呃事件的人的阴谋跟暴力，跟前面第八章前面的上文完全不一样。读者在关心以色列人如何跟外邦人打仗，可是第九章的焦点已经是以色列人自己内在政治的内乱。过去都是外邦人打他们，现在凶手就变成自己的人。 包括第四节，姚比米勒雇了匪徒，而且他自己大开杀戒，把积店的七十个儿子，还是他自己的兄弟，统统杀了。其实第九章你读，他就发觉，一直到最后，一个妇人拿一个魔石打破的这个亚比米勒的头，到他请少年人拿兵器杀他为止，整张血淋淋的、杀气腾腾的叙述。 动手杀人的没有一个是外邦人，通通是犹太人。更特别的地方是，第九章整章总共有五十七节，只有三次提到上帝，上帝消失了，上帝不在了，上帝沉默了，以色列人就进入黑暗，进入互相残杀，进入内斗，兄弟互相斗争。 最后呢，基甸的儿子亚比米勒呢也被杀，给以后的四师，包括耶佛他，杀了四万两千个人以法连人做伏笔，给后面十七到二十一章的四世记里面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国中没有王，任意而行。你会发觉四世记谈的主题就是越来因为离开上帝越来越世俗化，因此就互相残杀。 枪口从往外对往内，因此第九章所记载的亚比米勒杀戮基甸的重子，就在说明一个真理：如果没有上帝，凡事都可能。这正好是俄国大文豪杜斯托夫斯基所说的话：“如果没有上帝，凡事都可能。如果没有上帝，黑暗就会降临。第九章什么样的恶事都可能发生。” 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看，如果上帝消失，那个社会会怎么样？第一，如果没有上帝，人就有抓权的欲望，因为人心会变虚空。亚比米勒呢就想抓权，他用亲情，请他母舅的人支持他，把基奠的其他七十个儿子全杀了，而且他呢请匪徒。 他请黑道，请白道，把他自己的亲兄弟全杀光。原来，如果人没有上帝的话，就会所有的骨肉、爱国主义、亲情、民族主义都会被煽动。没有上帝的社会人本主义非常脆弱的人需要上帝来引导、来约束，或者人会变虚空。 你会发觉进入世事的时候，灵性越来越暗淡，离上帝越来越远，因此巴利祭坛被兴起来，以色列就进入黑暗。所以第一个原则，如果没有上帝，人会抓权的，会有抓权的欲望，因为人心会被虚空。第二，如果没有上帝，人会自己造一个神，因为人不能没有神。 当七十个兄弟被杀之后，小儿子约谈站出来说话。他借着比喻，比喻的内容呢是说，世界人希望橄榄树，或是无花果树，或是葡萄树来成为他们的王吗？这三种树是巴勒斯坦地区最重要的植物。没有想到这三种树呢，说我们要服侍神，服侍人，因此不要变成王。 最后变成没有因可以躲藏的荆棘，成为以色列的王。讽刺到，原来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你会抓一个包括荆棘来管理你，来戳你，来害你。的这个亚比米勒，约坦影射亚比尼米勒被兴起来，是因为国中没有王，因为人只要没有上帝。 就会找一个王来成为他的王，人会造神的。如果没有上帝，人会造一个神，因为人不能没有神。因此，雅比米勒就成为他们的偶像，就开始产生。四世是第九章，也是进入四世隧道当中呢，几乎是最黑暗的一个光景。前面没有那么惨淡的，没没有那么黑暗的，现在非常悲惨，互相残杀。 因为人如果没有神，会造一个神，就产生第三。如果没有上帝，世界就没有道德。因为人不能没有耶稣。如果没有上帝，亚比米勒呢就像神的角色被掀起来。当然，那个关键人物是世件人，世件人协助亚比米勒把基甸的七十个儿子全都杀光。那约坦小儿子呢？ 并没有像基甸一样呢，呃，公报私仇，他反而鼓励呢，事件的人，你要对亚比米勒的七十个儿子，应当给他呃平反，应当给他公道。因此，甚至呢，基约坦也告诉事件的人说，不要杀呃亚比米勒。不过呢，约坦也警告事件人，在楼上的人说呢，说记者你们是忘恩负义，但。 好话不好听的，忠言逆耳，所以约谈呢就知道有人要杀他，他只好躲起来。但约谈的警告余音绕梁，会影响到读者。因为约谈在九章十五节说：“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已经在预告的雅比米勒会把你们世界的人都杀光，就变成如果没有上帝。 没有道德的，因为人呢不能没有约束，没有约束的人是无法无天的，人会忘恩负义。人呢需要上帝约束，人需要律法约束。没有神，没有上帝约束，就听听这句话，罗素说的：这个不可知论者或者是无神论者，罗素说，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基督教，所有的道德根本是假的。 变成相对主义，亚比米勒只要觉得他自己想怎么做，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因此呢，世界人被利用，拱他做王。约谈警告世界人说：“你要留心，这个亚比米勒将来会像火一样烧你们。”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整个种族的问题、家族亲情的问题，是神学性没有上帝。第四，如果没有上帝。 黑暗全市就掌权，因为人不知道就近光。约坦躲起来了，不过呢，亚比米勒呢，九章二十二节管理以色列人三年，二十三节非常怪，上帝出手，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世界人中间，世界人就用诡诈来带亚比米勒，他们忠诚度就不见了。 上帝出手，借着恶魔，你会觉得有点奇怪。其实也不怪。你如果不尊主为大，就像扫罗，扫罗不尊主为大，看到大卫出来，嫉妒他，恶魔就搅扰他。上帝会出手。如果你不尊主为大，邪灵就容易进来。连亚哈都给这些拜巴力有邪灵的人来搅扰，扫罗是如此，亚比米勒是如此。 如果你没有上帝的话，会假成真败。因此第，第五个重点，如果没有上帝，凶杀报复会变成必然。因为呢，亚比米勒被邪灵所控制。这正如呢，也是杜斯托尔夫斯基里面在《卡拉马祝福兄弟》里面所说的一句话：“魔鬼和上帝正在战斗，战场就是人心。”亚比米勒呢，给自己的私欲。 他不要上帝，给私欲夺走，魔鬼就进去，黑暗就掌权。如果没有上帝，凶杀报复成为必然，因为人看不见永恒报，都很想现世报。特别包括在呃第九章完以后呢，以别的儿子加勒，整个第九章的主体是这个加勒呢，对亚比米勒呢很不爽。 他就亲自告诉示剑人，说：“这亚比米勒呢，其实哪有好？你们应当把他杀了。”那这个以别的儿子加勒对世剑人鼓励他们准备要杀亚比米勒的时候呢，亚比米勒的手下亲信听到了，因此通风报信，告诉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当然想办法要把这个加勒呢杀了，因此以色列。 的那种因为犯罪堕落受压制呼求被拯救的叙述文呢，到这边就变成在谈他们的内战，而且是反对党跟执政党那种拉一派打一派，想拉四件城的人的那种斗争史。这个消息一走漏走的走漏以后，亚比米勒手下呢，呃，把加勒打败打倒。 而且还杀红了眼，要把事件人，当初用他做王的事件人也通通杀了，通通烧了。你才发觉啊，人如果没有上帝，执政者如果没有上帝，君王如果没有上帝，会非常可怕的。这个亚比米勒呢，是这个时候的君王，他呢并不是其他的事师，是危机中诞生的。 其实他从来没有解决以色列人的任何危机，相反的，他带来以色列的危机，事件常化被杀，他已经杀了七十个他的亲兄弟，他并没有为以色列人出征，他出征的对象是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兄弟，凶杀报复成为必然，因为他就觉得呢，加勒你不能挡住我的位份，不能挡住我的权位。 他们没有上帝，人只要没有上帝，不懂得惧怕，就会互相报复，因为不知道最后上帝会永恒报。没有上帝，什么事都可能的。杜斯托尔夫斯说所讲的话是对的。第六，如果没有上帝，犯罪杀人都有理，因为人看不见人的价值。 雅比米勒在把加勒赶走了之后呢，他包围事件楼，这个楼的人是帮助他拥他为王的。他放火把四件楼的人烧了，烧了一千个人。正如约坦在上文所说的，已经预告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这个预告活活生生上演。 背后当然是神学性的问题，因为呢，亚比米勒的父亲叫耶路巴利，就是基淀第六、第七、第八章通通用基淀到了第九章呢，基淀的名字已经完全被耶路巴利所取代。巴利，基淀所用的以福德，背后的巴利已经取代的上帝，国中已经没有王。 因此，叙述者非常担心，以色列已经非常迦南化，巴利已经在以色列人当中得胜，因此，以色列人的王就不懂得敬畏，百姓是上帝所造的，也不懂得恶有恶报，最后上帝会永恒报。上帝一离开以色列，杀人放火造反，通通有理。正如十字军东征的时候。 如果上帝没有进来，杀人放火、造反，通通有理，影响到也妨碍到一千年之后的宣教。任何社会、任何邦国，不能没有上帝的。没有上帝，你看到六个原则：第一，如果没有上帝，人就有抓权的私欲，因为人心会变虚空；如果没有上帝，人会自己造一个神。 因为人不能没有神，如果没有上帝，世界就没有道德；因为人不能没有约束，如果没有上帝的话，黑暗权势就掌权；因为人不知道就近光。如果没有上帝，凶杀暴富成为必然；因为人看不见永恒报。如果没有上帝，犯罪杀人都有理。 因为人看不见人的价值是上帝形象造的，最后如果没有上帝，动刀的会死在刀下。因为天有不测风云，是天有不测风云。从这个图你看出来，亚比米勒呢是给楼上这个提贝斯楼的一个不知名的妇女从上面拿一个。 上磨石抛在他头上，亚比米勒呢？他不愿意死在女人手中，叫他手下把拿刀戳死他，死在意外当中，看起来是意外了。这个不知名的妇人从上面抛下石头，天降横祸。不过叙述者呢，非常有趣。 整个第九章，上帝只出现三次。第一次就是上帝让恶魔降临在亚比米勒身上；第二次、第三次就是第九章的最后两节，上帝出手，借着这个妇人丢的石头。九章五十六节，报应亚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他杀了兄弟七十个人。 五十七节最后，世间人的恶，上帝也报应。上帝报应，上帝出手，上帝不可能消失在任何社会。这个完全是很意外的，一个完全不知名的富人，解决了一个非常黑暗的悲剧。上帝不会不关心他所造的百姓，人不可能让上帝消失，天会有不测风云，背后有个神。 历史背后有神，空间背后有神，事师神的儿女，在黑暗当中，上帝仍然会进来主宰公义。所以，当你在有冤枉的时候，就记住，上帝仍然在你当中。甚至你觉得你黑暗，社会很世俗、很堕落、很败坏，那个意外背后的神，天降横祸，借着提贝斯这个楼行审判。 审判谁呢？基甸，基甸在第八章的时候呢，曾经呃杀了庇努伊勒楼上的人，现在呢提贝斯楼上的妇人呢杀了他的儿子，因此基甸一生只剩下一个儿子，就是约坦。更稀奇是呢，亚比米勒杀了七十个亲兄弟，现在是借着约坦来说明呢，这个亚比米勒也是最后死在一个磐石上。 整个四世纪里面都看到伏笔，看起来好像上帝消失了，但你记住要有一个属灵眼光，上帝是存在的，人不能把它变魔术变消失，有一个全能的神，人心再怎么野心，再如何堕落残暴，都不能摇撼上帝的主权，不可能没有上帝。如果没有上帝，人很堕落，但你需要上帝，让上帝成为你的主宰。 请他引导我们华人社会、华人的教会低头祷告，天父，华人的社会需要上帝，华人的教会需要上帝，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你的同在。求你光照我们，好让我们在黑暗的时候就知道你是掌权、全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好让我们信靠、仰望你的同在，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阿门。愿上帝祝福您平安，再见。 HALLELUJAH! Hallelujah.